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29面第三行啊，第三行。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老居士的注解：听者耳闻也，察者心中深思也。啊，这都好懂。慧疏曰：“如来听其说明，照察丹尘，故云听察。故经义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垂慈于我，听我所说，见我诚心。”以下法藏陈述所发的大愿，这个三句是佛啊，世间自在王佛要求法藏将他所建成的极乐世界向大家做详细的报告啊。那么这个三句是陈说请听啊，这恭恭敬敬的请佛与大众啊听他的报告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一段是总说啊，也就是他的报告总纲领啊。那下面呢，这是细说啊，具足哪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啊？所以底下的时候，一共24章48愿啊。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这是讲的三恶道啊。他的世界没有，虽然有六道，但是这三道没有啊。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这一段是第二愿，不堕恶道。你看第一是过无我道，第二愿是不堕我趣啊。哪个地方来往生的人不堕呢？恶鬼地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远再不会堕三恶道了。我们
看到经文，这两页摆在最前面，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他在五戒参观考察修学之中，遍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定看到有很多的世界啊，诸佛刹土通通都有六道轮回，都有三恶道。这个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可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法藏所发的宏愿决定就没有这个愿在里头啊，而且是把这个愿放在最前面。给我们高度的警觉啊！我相信稍微聪明一点的人，有一点善根的人，一读这个愿文立刻就能够知道，啊，西方世界无比殊胜，殊胜在哪里？就是殊胜在这条，那么我倒是怎么来的？大乘教里面佛说的很多啊，我们也读了很多啊。现在我们先看黄念老的注解，首四句这讲的是总纲啊，刚才我们念的总跨全部大愿啊，愿我成佛时所居之佛刹具足无量，无法以数量表示的圣妙功德了，具足无量清净庄严。这是总说啊。那么现在他的愿满了，完全实现了啊，不是说说算算的，他已经全部都做到了啊，通通做到了，把极乐世界造成了再报告。过去我常说这是圣人，啊，这个不是凡夫，啊，做到之后再说，那人家不能不相信啊。啊，说到决定可以做到，那是仙人；说到做不到啊，那是骗人。啊，法藏比丘做到了，啊，花了多少时间？前面报告里头我们知道了，五戒的时间。啊，这么长的时间，啊，佛的寿命长啊，无量寿啊，啊，我们看五戒很长很长啊，啊，在他们看起来五戒不算太长，啊，像我们这个人间花了五年的时间，嗯，建成了，
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具足无量圣妙功德，具足无量清净庄严，美好到基础啊！啊，这样一个修学环境出现了。啊，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提到过。啊，这个道场的成就是十方诸佛如来，所有一切刹土每一善的集大成都在这里啊！你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美好的圣妙功德清净庄严，现在通通集中在这一个地区，那就超胜一切诸佛刹土。这个世界是这么建成的。下面为我们解释啊，具足是什么意思，圆满的意思，周遍含摄，无牵无余，故云具足啊，也是我们讲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阿弥陀佛在那里建成功了啊！所具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心思去想。你想不到的，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议论，叫不可思不可议啊，超情力见呢 啊这个情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呢，就是第六识第七识啊，见呢是讲前五识，六道凡夫的众生所用的心，在佛法里叫八识啊，眼耳鼻舌身，这叫前五识，它有觉有知啊，除这个之外，里面有第六意识。思维的啊，我们一般讲分别啊，第七识摩那在更深一层，情执啊，执着这个身生活，执着贪嗔痴慢啊，更深的是阿赖耶识啊，好像是一个资料库一样。啊，无始劫以来，你生生世世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通通都有完整的资料档案在阿赖耶里头。这个阿赖耶是个资料库啊，通通都可以调出来看，没有法子赖的，赖不掉啊啊，完整的资料保存在了啊，谁保存呢？你自己保存的啊。什么人能够看得到呢？你看看前面讲神通的时候啊，他心通
须弥通的人就能看到你的资料库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啊，定功前的人看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深藏在底层的，他见不到。那定功深的人，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几乎啊全部可以看到。这不是假的，如果你能够相信，你能够肯定，你就会跟诸佛菩萨一样，不但不能做害众生的事，一个不善的念头都不敢起。为什么呢？有极乐，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都知道。你说你能瞒谁呢？啊，只有瞒自己，这自欺欺人，就干这种事情。啊，你哪一天觉悟过来？你自己完全明白了啊，所以明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在现前处事待人的心态啊，自然就会改变了啊。第一个，决定不能有恶念，不能有不善的行为。第二个，可以原谅一切造作罪业的众生。为什么会原谅呢？他造的这个，我跟他也没两样嘛。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只是现在他还在迷啊，我已经开始觉悟了，就感到很幸运呢。啊，在座的卧室不可以去责备他，原因什么呢？过人因果，过人承当啊！哎，这个下面讲卧道，啊，讲这个三卧道，啊，讲这个不堕卧道这两愿，就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想想造作罪业的人。他的本性也是本善，他本来也是佛菩萨啊，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沦落到三途受这种苦报，我们所生的是怜悯心，不是责备心的，同情心的，能帮得上忙吗？帮不上忙。为什么？过人因果，过人承担啊，没有法子代替。啊，我们造作这些重业，还有没有救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回头就有救了。回头是岸，啊，入佛门，第一桩事情就是接受三皈依。啊，三皈依是什么意思呢？三皈依是回头，真的觉悟了。啊，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我从前
迷惑颠倒啊。啊，现在我要从迷惑颠倒回头，这叫归，回来了。啊，依呢，依靠，依靠自性觉，就是依靠佛菩萨。佛菩萨是自性觉啊，啊，他们是已经觉悟的人。我现在想觉还没有真正觉悟，啊，要希望他来教导我。是这个意思啊！佛菩萨用什么教我们？首先用经典，你从经典入门，经典这个根扎下去之后了，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是自性觉，那你的功夫得了。就是你把经典所讲的这些理论啊，这些道理啊，智慧方法全都用上了，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没有一样你不觉悟，你就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了，不再迷惑了，不再颠倒了，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不善的行为了，啊，你就真觉悟了，啊，这三皈依的头一条啊，啊，第二条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啊，我们先前。我们看东西看错了，我们考虑问题想错了，现在从这些地方回头啊，从错误的看法想法回头，以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就是经典，经典成为法宝，我们要对他尊重啊，要向他敬礼，不能够轻慢啊，啊，为什么？这是自己自信所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啊，你要是轻慢经典，就是轻慢性德，道理在这里 啊，所以祖师大德们才提倡，才教导我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你得十分利益了，无论是自己读诵或者是听讲啊，你能得多少利益？与经本不相干，与讲解的人也不相干。啊，与你自己的真诚心有关系。你有几分真诚呢，你就得几分利益。与这个有关系。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达到什么样的层次，与别人全没关系啊，与佛菩萨都没关系，都在自己那个真诚，你有几分真诚，也不在时间长短，哎呀，这个人学了三五十年了，我这才学几天，这个没关系啊，可能有人几天就超过人家三五十年，
三五十年不真诚吗？你这个四五天真诚心啊，所以这个都无所谓，关键在真诚，关键是不是你真的肯回头，真的愿意回头，那佛一讲，你真就回头了，关键在此地。这叫皈依法，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第三个叫皈依僧，僧是传法的人。我们得到法看不懂啊，要请这些修行的人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启蒙。他们是有修学的经验，把他的经验提出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从这个里面获得启示。所以这叫僧宝啊。我们也真的回头了。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这样才能受益呀！古来祖师大德有个比喻，把佛法比喻作醍醐，醍醐是古印度最好的饮料。醍醐，我们想问人家要一杯醍醐，我们拿了个茶碗，去了，这个茶碗里头有毒药，醍醐灌进去之后也变成毒药了，是我们心肮脏吗？那怎样才能接受呢？把你的心，把这个茶杯洗得干干净净。你再去要人家给你，你真的受用了。这个例子很有意思，也很好懂啊。我们的毒药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叫五毒啊。你里头有这些东西，这佛菩萨将无上菩提送给你，那个醍醐里头有一滴毒药，就全都变成毒药了。一丝毫的毒素都不可以掺进去啊！这才能真正得到无上妙法。开经偈一开头就讲啊，无上甚深微妙法了。所以学习基本的态度是清净心。我们心不清净，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把心不清净的心放下，用清净心来听，虽然时间很短，我这个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清净心，你就能得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利益。心不清净的时候是决定得不到利益。那讲不是白讲了吗？没白讲。这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他阿赖耶识里头落下的种子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他现在不能理解，他不懂，所以现前他不得受用。什么时候得受用？什么时候恢复清净心，什么时候就得受用。这叫真正的三皈依。所以三皈依不容易啊。
啊，那么我们现在初学佛受三皈依，给诸位说，那叫名字皈依，有名无实啊，有那个形式，没有实质。那同时，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这个传授三皈的老师也没有讲清楚。啊，这都是真的。啊，皈依了，到底皈依什么？我不都知道。哎，我皈依三宝了。什么叫三宝？佛法僧。什么叫佛法僧？不知道。啊，那么经上讲啊，真正这个接受三皈依，你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不会遇到灾难，护法神保佑你。可是那不是真的皈依，护法神不会来的。啊，真的皈依才有，真的持戒才有护戒神。啊，不是说受了戒就有护戒人，啊，受了三皈就有护法神，没这个道理啊。啊，这些都是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它是事实，它决定不是迷信。啊，所以是不可思议、超前理解。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思是第七识。分别是第六识，绝对不是第六识、第七识所能语言得到的。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啊，文字是语言的符号，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叫我们去听讲，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经本的时候不要执着文字相。为什么呢？言语跟文字是个工具，能不能把真相说出来，给诸位说，说不出来，这是真的。啊，叫不可思议。啊，但是离开语言文字，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决定找不到。啊，所以用语言文字做一个方便。来引导你，啊，好比走路，你不认识路，啊，原路给你放一个指路牌，啊，告诉你啊，这个方向从哪里去，走哪一条路，你可不能执着，看到这个指路牌，哎呦，这是都往北京去的，一看，啊，北京就在此地，就以为到了，那你就错，大错特错了。语言文字就像指路牌一样。哎，你循着这个走，你要把它舍掉，你可不能执着它。啊，照着它所指的这个方向，你去迈进，你一定会到目的地。啊，那个目的地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解释不可思议这一句话的意思。下面华严经，独明四时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华严是大乘佛教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很苦啊，生活在这个动乱的时代。
啊，在全世界历史里面所没有过的啊，这样的混乱，众生没有福报啊，啊，我也没有福报，几十年来总想有一个地方能够定下来。啊，把这些大乘经典跟有缘的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好好的讲一遍。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天讲经，我所能体会到的不止八小时。世尊当年在世，每一天讲经不止八小时。在唐朝，清凉国寺，他老人家住五台山，啊，每一天讲华严经，我估计他至少是八小时。他老人家讲了50年了，讲了50遍了，啊，多少人开悟了？我们今天没这个福报啊，处处都有障碍。那我个人算很幸运，他没妨碍到我。我每天读经不简单，啊，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障碍我这一点，啊，那这是障碍一些有缘众生文法的机缘啊，他障碍这个啊，没障碍我，我没有堕落啊，我没走上邪道那么由此可知，一个真正发心、精进不懈的人，有没有人能障碍到他？没有，不可能。啊，能障碍什么？如果你有名闻利养，他会障碍你。啊，障碍你名闻利养。啊，这些东西修行人都不要他了，要这个干什么？所以就没有法子障碍你啊，啊，破坏你，障碍你，让人家对你信心动摇了，不愿意跟你学了。这个与我有没有相干？不相干，这没有障碍我，这是障碍那一些众生，把他们亲近文法的缘给断掉了。啊，将来戒律上戒罪呀，是跟他戒罪，跟我不戒罪，我跟你没关系。你要把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之后了，你就恍然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你那个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你造作的是什么？你将来承受什么样的果报，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华严经，我在这一生呢，是讲了2次。
都没讲完。啊，第一次是在30多年前，啊，断断续续讲的，因为常常在国际上旅行，啊，一年呢讲个3-4个月，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每年可以讲3-4个月，讲了10几年，啊，讲了一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些科技的设备，啊，讲经啊连个录音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后面这一次是1999年还是1998年？我们1999年好像移民到新加坡，啊，李默元居士再请讲这部大经，啊，也一直讲到现在，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不到5000个小时。讲到10诸品，全经1/5，4000个小时。如果全经讲完，啊，就算4000个小时吧，还得要16000小时。啊，我估计的是20000个小时，把这个经讲圆满。所以，没有环境不行啊，要有环境，住在这个地方，哪里都不去了。啊，我现在这个精神体力，一天讲4个小时没有问题。啊，不会感觉到累。啊，诸位想想，1天4个小时，10天40，100天400，1年算360天，啊，我相信差不多10年，这部《华严经》可以讲圆满。啊，我讲的很细，跟讲这部经一样。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缘分，住在这个地方，20年、30年不要动，就成功了，就圆满了。啊，所以这要看呢，我们有没有福报。啊，没有福报啊，那就没法子了。啊，这是很大很大的福报。这不是小福报啊！啊，可以说，古今以来稀有的福报。啊，《华严经》读名，只有《华严经》里头讲，其他经典佛没有说过，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详知则为摄玄妙门，前于判教一节中曾前说之。这一段我们在前面概要里面把摄玄门也详细的做了报告，啊，前面讲过啊，精进啊，看现在看我们这部经，阿弥陀佛即是
毗卢遮那如来。阿弥陀佛是报身佛，毗卢遮那是法身佛。法身是体，报身是相，应化身是作用。啊，《华严经》上讲体相用，用大方广三个字来表示。啊，大是法身。方是报身，广是应化身。啊，广是作用，作用广大了。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这三圣佛是谁呢？给诸位说，是自己自性里面的三圣佛。阿弥陀佛是谁？是自己的报身。毗卢遮那是自己的法身。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自己的应化身。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叫四思无碍啊。啊，学佛讲正果，正什么？终极的目标是证正得三身就是自己的一生，这叫正得。啊，法身、毗卢遮那这个名号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遍一切处。换一句话说，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没有形象。啊，用现代的话来说，法身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是物质精神的本体。哲学的名词叫本体。物质从哪来的？精神从哪来的？是从他那里变现出来的。但是他本身，他不是物质，他也不是精神。啊，那么在佛法，它有很多名称。啊，佛经里头至少有50种以上的名称，说这一桩事情。啊，佛为什么用这么多名称来说一桩事情？叫你们对名相不要执着，名相是假的，你晓得它的意思就行了，一执着就错了，你就着了相了。啊，这是佛菩萨教学的善巧，啊，叫我们不执着名相，啊，要懂得实质，啊，你真正才能够悟入。啊，阿弥陀佛，那就是有相了，啊，真的有身体，啊，像我们现在一样。啊，这个身体从哪呢？从法身来的。我们这个身体从哪来的？给诸位说，也是从法身来的。那我们这个相跟阿弥陀佛的身相为什么不一样呢？阿弥陀佛心清净，我们这里心染污。啊，阿弥陀佛的心里不但没有贪嗔痴慢疑，分别执着都没有，不但分别执着都没有，六根在六尘境界，它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
这就叫报身。啊，如果起心动念了，那就不叫报身了，叫应化身。啊，那我们的身是应化身呢？我们这是什么应化身呢？是善恶业报应化身，这就非常低级呀。啊，简单的说，我们的身是善恶业报身，过去生中造的善业。现在在人间享福，有福报吗？过去生中造很多不善业，那你现在在人间受苦，啊，受苦受难啊，那这是业报啊，都有因的，啊，这个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啊。这时辰是什么呢？你现在在享福，是你过去生中的善报，啊，善业。等你善业的报报尽了，这叫时候到了。啊，善业报尽了，报尽了以后怎么样呢？你阿赖耶识里还有恶业，恶业就现前了，现前你就受恶报。恶报受完了，你又回到人间来，所以人间好像是一个这个。一个交换的一个中心点，你会到这里来，啊，到人间来投胎，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就晓得，三善道是消你善业的，叫消业吗？三恶道呢，是消恶业的地方，通通消完了，再到人间来修行。到人间来的时候，你又造业。如果再造恶业呢？那你再到三恶道去。你造善业的时候，你就到人天两道去享福去。啊，所以最难得的，你看这个世界上人多少？几分之几的人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我们依照这个世界上这些宗教家们的说法，大概十分之一了，不是一半了，十分之一了。啊，我们现在概略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数，是以基督教跟天主教最多。啊，这两个教合起来大概超过20亿人，啊，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啊，其次就信仰伊斯兰教的，啊，伊斯兰教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教友啊，大概在全世界有15亿，有这么多。啊，那佛教徒全世界大概有7亿的样子，全世界啊，所以应该是世界人口10分之1了。
十个人才有一个佛教徒啊！啊，这是世界上是这个宗教人口最多的这三个宗教。啊，那我也再问一问呢，这信仰佛教的人，啊，就算7亿人吧。有几分之几遇到了真的正法呢？我们也用1/10吧，真的，可能只有1/10，恐怕还不到。遇不到正法。遇到正法，是不是真的相信了呢？啊，真相信的人，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呢？理解是不是真的修行了？这一层一层淘汰，淘汰到最后啊，真的，可能1万个人都找不到了，越来越少了。啊，找到净土宗，真正念佛往生的，能不能有1万人？我想这个有可能。啊，净宗同修啊，真正往生的，我相信有这么多人，这就很了不起了。啊，那这一部《无量寿经》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啊，现在世界上学佛的人，啊，真正学佛，净土宗还是占多数。啊，净土宗最重要的，要断疑生信。啊，用什么方法断疑呢？经典。经典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不疑惑了。啊，信心才能够建立。啊，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目标确定了，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决定不变。其他干的一切事业是副业，可以做可以不做。啊，副业不能妨碍我们的正业。啊，正业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不能妨碍。啊，这一生能生极乐世界，我们的大功告成了。啊。阿弥陀佛很辛苦，我们很感谢他无界的时间造成极乐世界。我们呢，我们只要用真正用一点功啊，3年到5年我们就成就了，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他就平等了。啊，换一句话说，他用5劫，我们用5年，咱们就平等了，一点不假了。啊，真想去，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必须要知道，把这个世界要洗得干干净净，不能有丝毫留念，你才能去得了。没有丝毫留念呢，这个经你才能看得懂，才能听得懂。啊，为什么听不懂？因为你有障碍。你对这个世界有牵挂，你没放下，所以你听不懂。你放得越多，你懂的部分就越多。全放下，你全懂了，不讲你也懂了。啊，这是真的啊，通通没有放下，
阿弥陀佛来给你讲，你也听不懂。啊，这些道理我们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底下一句话：极乐世界何以华藏世界？这一样的，极乐世界法性土啊，华藏世界也是法性土啊。啊，我们这一次这个《华严经》啊，是在新加坡开讲的。啊，离开新加坡，我们讲经没中断。啊，我在新加坡，我就做了个比喻。啊，因为华藏跟极乐，很多人搞不清楚。啊，我用新加坡做比喻，就是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这个城市，它城市国家。极乐世界呢，是悟劫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啊，我说那悟劫路就是极乐世界。新加坡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最精华的那一条道路啊！啊，这大家就晓得了，它是一不是二啊。生华藏没有不到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就已经到华藏了。啊，那么你要想想，你不修净土法门，你要想到华藏世界去多难啊。层层关卡了。头一个关卡是六道轮回，你要能超越。超越之后四圣法界。啊，四道关卡。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你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容易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你修行，你修到初禅、二禅都相当不容易。啊，何况修到四空天，啊，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啊，遇到这个法门，智持名号，横出三界，那叫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这种真实利益到哪里去找啊？在一切经典里面，除了《无量寿经》，你找不到啊！啊，你找到华严，华严最后还是把《无量寿经》带上啊。没有《无量寿经》，它不能圆满了。啊，所以我们才晓得一切经。归华严，华严最后归无量寿。啊，无量寿经一生人人成就，叫万修万人去。啊，你去不了，是你修行的不如法。啊，你修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你没去成。你要是如理如法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个地方引用《华严经》最重要的就是四思无碍。
这个境界。啊，所以极乐一真一报跟真报。啊，依报是居住的环境，啊，正报就是这些住在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啊，佛菩萨，具体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夜夜圆具无尽玄门。这个无尽学门就是前面我们所学习的十学门，无尽学门归纳为十类呀，要十学门呐、啊。四是无碍学门，十学门其中的一门。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说不尽。啊，无法想象。佛菩萨祖师最后一句话说：“为正方知。”怎么证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证，你就知道了。到极乐世界，你才真知道啊！啊，这个经书里头，我们在分享里面，那是在讲跟极乐世界实际上的这些功德庄严呢，我们体会到的是万分之一都不到。这给大家讲真话了啊！你到极乐世界，你才见到大圆满了啊！为什么不去呢？由于功德庄严，真正不可思议。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闻名发心，十念不生，金灯不退。你看这多容易。啊，闻名得福，闻名发心都是真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闻名没得福。我们文明心发不出来，啊，那这个文字里头就有讲究了。这个文不是普通的文，菩萨的文慧。啊，初学佛的人入门从哪里呢？从戒定慧三学入门。啊，到菩萨这个阶段呢，人家修行不叫三学了，叫三慧。三慧是什么？闻思修。提升了，闻思修一般人很难懂。啊，我在早年，这应该是在40多年前。啊，到40-50年前，我讲经52年，大概在前10年的时候，4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
台湾道安老法师主持中国佛教会一个大专佛学讲座，每一个星期天上课一次，就利用学生的假期啊，同学们对佛法也会有兴趣的话都来上课啊。我记得很殊胜，那时候报名的学生有800多人啊，台湾北部地区啊，10几个学校。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女同学啊，来告诉我，她说：“法师啊，我今天听这一堂啊课，下一次我就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懂得了闻思修的道理。”他说：“我听经已经听了2年多了，啊，这闻，哦，我就明白了。”我说：“那你不来回家去思是不是？”哎，他对。我说：“4个2、3年你再去修，对不对？”是的。我说：“好，那你今天这堂课听了再说吧。”我就特别把闻思修跟大家解释一下。闻思修要是这样理解的话，完全错误了。啊，你这听的2年，听的是什么呢？道听途说啊。这不是闻呐。那思是什么呢？胡思乱想啊。修是什么呢？盲修瞎练呢。你搞这不就完了吗？但是你们现在初学的人是修戒定慧三学啊，三学戒定慧那个慧得到了才叫三慧。三慧什么？闻慧、思慧、修慧。二闻思修是一次完成，不是分成三个。闻是什么？接触，或者是听到，或者是看到。一听，这个接触叫闻慧，一接触就明了，明了叫思慧。这一明了的时候，就破迷，就开悟了，那叫思慧。所以它是一次完成的，它不是分三个段落的啊。那戒定慧真的是分三个段落，先持戒再得定啊。哎，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它是有阶层的。闻思修没有，是一念之间完成了啊。我那堂课说完之后下课，我问他明天来不来了，他还来。我说你还有救啊，这个可不能错会啊。那么由此可知，菩萨修行比我们的确是高明太多了。我们哪有那种智慧呀？啊，所以思是明了，啊，修改正错误，啊，我们一般讲破迷开悟。啊，那迷没有了吗？一明了之后，迷就没有了。从迷断迷，啊，这个叫修；从觉悟，啊，这叫思慧；啊，所以戒除叫做闻慧，用这个字做代表，智慧现前啊。啊，所以用菩萨三慧呢，那真的。闻名得福，为什么？他一闻阿弥陀佛的名号，他就明白了，他就话把过去不管修的什么法门，他都放弃了，他专心念佛了，他不就得福了吗？啊，以前修那些法门，一定要断烦恼，烦恼不断，境界不能提升。现在知道这个法门，念阿弥陀佛
第一福报啊，第一智慧啊。无量功德庄严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这怎么不是福报？它大福报了啊！他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文是三回啊。下面文明发心，智慧现前，哪有不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心去亲近阿弥陀佛。给诸位说，发心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想想菩提心是什么意思？还不是成佛道度众生吗？不就这个意思吗？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成佛道度众生全得到了。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说的，啊，发愿往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怀疑，啊，有很多乡下老阿公老阿婆念佛往生，啊，人家自己不认识，没念过书，啊，也就知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往生有那么好的瑞相？啊，不生病，欲知实质，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没发菩提心啊。啊，他怎么能往生？这藕益大师这一句话把我们点破了，他一心求净土，一生一心见阿弥陀佛，这就是无上菩提心。他发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你要问他有没有发菩提心，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他不懂。今他真发了啊，他不是假的啊，所以那些人呢，到极乐世界才叫为真方知，啊，到那个地方他就开悟了，就不迷惑了。啊，生念必生，啊，生念必生是阿弥陀佛48愿的核心。啊，这就是给我们说明，往你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一点都不难。你看看，生念都能去。这个生念什么时候？临命终时。啊，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他就往生。生念一念，必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这什么人？啊，圆满证得三种不退转。阿罗汉，这三种不退啊，它只有一个，位不退。啊，阿罗汉是小圣人，小圣决定不会退转做六道凡夫。六道里面，上面包括28层天，下面一直到阿鼻地狱都称为凡夫。啊，阿罗汉
决定不会再退到这个地步。啊，这叫头一个证得了，位不退，地位不退。第二个，菩萨证得行不退。换一句话说，阿罗汉辟支佛在行还会退转。行是什么呢？度化众生。众生难度啊，算了，别度他了，退心了。阿罗汉辟支佛有，那到太困难的时候，他退心了。菩萨不退心，菩萨再难度，他还是要帮助他。所以菩萨有行不退啊，这菩萨行不退。啊，但是有念还退，还不稳定。啊，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那成佛了。啊，他真的个念不退，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他在这条路上。直接要证得究竟佛果，精进不退啊，这第三种不退啊。现在弥陀本愿里头告诉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三种不退你都证得。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地位是凡夫啊，一品烦恼都没断，在这个世间，我们连个小小的须陀洹都比不上。须陀洹是小乘粗果，阿罗汉是四果。啊，四果四相，啊，我们就好像学校念书一样，四果四相是八个年级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八年级，八年级才是阿罗汉。啊，须陀洹是几年级呢？二年级。我们比不上他呀。甚至于我们一年级都比不上，一年级人是真干，他才会升二年级。我们现在在一年级不真干，年年留级，升不上去。我们是干这个的，升不上去，年年留级啊。啊，就在这样状况之下。遇到这个净土法门，真叫平步登天呐、啊！一下就证圆证三不退，你说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什么人难信？菩萨不相信。菩萨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你太便宜，太便宜！人家修行多辛苦，那修了无量劫。”才修到那个地位，就修阿罗汉也不简单的。你看看，证到啊，到二年级算证初果了嘛？从初果到阿罗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七次往返的时候，他就证阿罗汉。啊，从阿罗汉再经历菩萨到成佛，时间太长太长了。啊，这个净宗哪有十年一念就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地位超过他们。啊，超过他太多了，你说他能相信吗？这话怎么解释呢？只可以说他们没有福报，他们没有善根，没有福报是没遇到，
没善根遇到他不相信啊，他怀疑，机会错过了。我们这些人有福报，有福报啊，糊涂人有糊涂福，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相信，我们不怀疑啊，这是中国人讲傻人有傻福啊。啊，他就真的上去了，真的超越阿罗汉，超越菩萨了。啊，佛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庄严，故万物严净，穷微极妙，光影如镜，彻照十方，粗光安乐，狗灭善生。啊，这是说他的世界的美好啊。啊，美好从哪里来的？美好是无量不思议的庄严。这些庄严在极乐世界全是表法，全是教学啊，不是只是好看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能帮助我们断烦恼开智慧。表法吗？我们这个世间，你要是明白了，这个世间跟极乐世界没两样，通通都是表法。我们实在讲是迷得太深，习气太重，看不出来。啊，接触到的他生烦恼，他不生智慧。啊，到极乐世界，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在极乐世界六根所看到的外面境界不生烦恼，直生智慧，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你的心在极乐世界，到达极乐世界，你的心就清净了。那个地方是净土。啊，心不清净，不能住那个地方，跟那个地方不相应。啊，我们没去之前心不清净，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个心是清净，心里是阿弥陀佛，没其他的杂念，一念清净心就感应到净土。到那个地方之后，你那个清净心永远保持，不会失掉。这个能保持，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无与伦比的恩特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加持我们呢？这个地方他加持不上。什么原因？你的环境不好啊，他加持你，
你一出接触外面环境，贪嗔痴慢又起来了。啊，极乐世界它加持你，你在极乐上是绝对不会升起贪嗔痴慢念头。对，环境好。啊，所以极乐世界，我这个常常人也说啊，啊，是诸佛如来啊，在十方世界建立这个度化众生的道场啊，那是一个实验点。啊，最完善的一个实验点。因此，一切诸佛如来，把这个最不好度的众生，都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真正慈悲到基础啊！啊，没有一尊佛不是阿弥陀佛的赞助人啊，给他介绍弟子啊，啊，给他招生呢，保送他到极乐世界啊，这是十方诸佛干的事情啊！啊，诸佛如来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像商汤啊，七十里那个小试验点做得很好。天下几百个诸侯国尊他为天子。啊，周文王一百里小地方做试验点做好了。八百诸侯尊他为天子。啊，所以阿弥陀佛也建立一个试验点极乐世界。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尊他为佛中之王。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啊。啊，我在新加坡曾经多次讲经都提到啊，新加坡是个小国啊，城市国家，它的一国就是一个城市，别看它小，如果真正学阿弥陀佛，把这个小城市建立为全世界第一个示范城市，那它就是地球上的阿弥陀佛。啊，在这个小地区落实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啊，它就会变成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国家的人民和谐安定繁荣兴旺幸福美满，世界第一。啊，我在那里住了3年半。啊，福报不够，我离开了。啊，3年半在那边做的事情，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像兄弟姐妹一样。当时的总统是王鼎昌，啊，非常欢喜啊！啊，王总统夫妇两个都是好人，两个人都过世了，
我们真学佛，就要把这个教训常常放在心上，要做第一过人，要做到人类当中的第一个人，第一好人啊！第一好人是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这一生呢，就念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你就是这个世间第一好人。天地鬼神尊敬你，你能够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是一切人的一个好榜样啊！然后影响你一个家庭，你这个家庭全世界第一家庭，这是阿弥陀佛告诉我们的。你要会看呢，这叫弘法利生啊，这叫正法久住啊。正法久住靠谁呀？靠我家了。我这一家是佛法家庭。人人都能够依照佛经典的教训去落实。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一家人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共同遵守。和睦亲爱啊，做出家的好榜样啊，你会影响你的亲戚朋友邻居啊，然后扩大的时候，把你的事业做成同行里面的第一你把佛经上这种落实，落实在你公司行号里头，落实在所有员工上，你的这个事业是三宝的事业，你的这个事业里头就具足了无量不可思议庄严家庭如是，个人如是，家庭如是，事业如是10年20年，你会影响这一个地区，影响这一个城市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经上所讲的这些统统出现那什么呢？万物严禁，庄严清净的我是2000年从新加坡移民到澳大利亚明年是我们学会正式成立学院呢正式成立10周年我们会做一个活动确实我们是向着这个目标呢去前进10年当中，我们跟这个小城的居民
融成一片的，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的做法也都是随缘，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十年前学院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开了一个晚会，招待距离我们周边的三条街，就是周边的三条街的居民，我们发请帖邀请他，我们是邻居嘛，新来的邻居，请他们吃晚饭，向他们报告，我们到这边来居住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这个佛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呢挺新鲜，因为从来没有佛教，这个小城只有基督教，没有佛教。我们到这边来跟大家做邻居，为他们做个说明会，大家吃饭吃得很欢喜，会后就有很多人来给我讲，他说法师，你们这样的活动啊，能不能多办几次？他很欢喜，多办几次。我说那好，那一天当时我们就决定，每一个星期六。我们叫它做温馨晚宴，免费招待。图文巴这个小城，任何人都可以到这边吃饭。这个晚会做了十年了，每个星期六晚上，做了十年。现在呢，连这个小城里面不同宗教都来参加，而且还来表演。这个是万物严谨庄严的，我们的邻居非常爱护我们，很多人想买他的房子他不卖，他说这邻居太好，我喜欢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那我们在那边种菜，我们现在也十年了，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种菜。十年我们的菜园呢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这个种的蔬菜几十种。平常我们学院吃饭大概有六七十人。办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到一千人，我们的菜园可以供接。每一天可以共接一千人吃饭。这个菜园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庄严清净。那我们对这些小虫，我们跟小虫沟通。我们对他们礼敬，称他们为菩萨，跟他们往来，我们都是合掌恭敬，称小虫菩萨、小鸟菩萨、蚂蚁菩萨。那我们的菜园里面专门有一块，我们也是天天用心来种植，专门供给这小虫的。你们要来吃的时候我们供养你，你们有个区域转到那里去。小鸟也是如此，小鸟吃水果，我们水果树很多，也有大概有二三十种不同的品种，都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不是指定的他们决定不会侵犯。十年呢，不是短时间的，非常殊胜，
我们跟小动物的相处比人好处啊，他们听话讲信用啊，他们守诚信啊，那人不好处啊。哎呀，这些小鸟小虫啊非常好处。啊，从今年开始我们想大规模的种稻米、种小麦、种主食。啊，因为常常听说连这个科学家报告将来有会有粮食危机。啊，农业很多地方因为气候变化了欠收啊。啊，所以我们天天啊，把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十方。啊，祈求这个地区风调雨顺。啊，这个区域少灾少难的。啊，我们自己种粮食。啊，所以现在这个土壤问题严重。啊，这个化肥农药啊把土地毒害了。所以土地生长的东西都是带着病菌不健康的。这都是人类自作自受。啊，我们学佛的人，学佛的没别的，就是学恭敬、诚信。啊，对人、对事、对物。啊，这个万物严禁。穷微极妙，光阴如镜，彻照十方，除光难落，狗灭善生。这个狗就是不善的，不善的念头都灭了，不善的行为当然没有啊，你所升起的都是善念啊，善心善念，善言善行，从我们这个小点做起啊，渐渐扩大影响啊，我们的目标因为这个十年的基础奠定下来了啊，明年的活动我们这个小城里面所有的宗教都会来参加啊，我们的市长支持我们的理念啊，总理鼓励我们努力去做，把这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居民只有10万人啊，希望做到世界的模范城市啊，小城市的居民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互相照顾啊，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你到这个小城，小城会很亲切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啊，这个目标我们希望3年到5年把它完成啊，在现前这个基础上我们已经有了信心啊，3年5年它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啊和谐幸福美满的示范城市今年年初我回去看看啊，市长换了个新市长
他就有意思，想把小城做成一个这个模范城市。啊，我们一谈就志同道合。啊，我说你这个理想可以实现，我们全心全力配合你。啊，这年轻人很有作为呀！这个下面呢，这就扩大了，对，都是让我们来学习做示范点的。气象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啊，这像极乐世界，它影响到全世界了，这一个点。啊，那我们在这个小城里头，我们有个学院，这个小点影响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做成功了，啊，是一个落实伦理的城市，落实道德的城市，落实因果宗教教育的城市，慢慢影响这个地区，昆士兰州。再扩大就影响整个国家澳大利亚。啊，我们大家努力不懈，好好去做。啊，到影响到一个城市，实际上就会影响到全世界了。啊，我们会把这个城市每一天人民生活点点滴滴，用卫星电视向全世界播放。诸位晓得用意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招商啊！全世界人都会到这里来参观了，都到这里来考察了。这个小城不要干别的行业，只干观光旅游的事业就行了，多搞小的这个旅馆啊，多搞这些饮食，全是有机的饮食啊。我们专门做服务业，其他都不做了，客人络绎不绝到这个地方来，看了之后回去一定会自动宣传，哎呀，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地方。啊，所以很快，因为现在这个媒体太发达了，太方便了，啊，很短的时间，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啊，都会到这个小点来考察、观光、旅游来学习，这个城市就出名了，啊，第一个高兴的市长，他的政绩成功了。啊，将来如果竞选总统，肯定要投他的票。啊，他一当总统，那不就把全国都带起来了吗？啊，那就影响到全世界了。所以，世界真正安定和平，化解所有冲突矛盾，就从这做起。无量寿经给我们的贡献啊，无量寿经教我们的呀。我们学了要真干了，啊，做这么多好事，这是真实功德。以这个功德回向念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鼓掌欢迎你去啊！啊，你的确是现在人所说的何学何用啊！啊，真的利益了众生。啊，真的把佛法从这个地区发扬光大了。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只能够讲到此地。好，谢谢大家。